今天小美带大家来参加新竹国际风筝节。天气真的很好哟。这里有一群鸭子，栩栩如生呢。旁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风车。南寮真的很适合放风筝呢。辽阔的草原搭配蓝天白云就是赞，真的很难得可以一次看到这么多大型风筝，场面真的好盛大壮观呢。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吧。风筝飘扬在空中，就好像在海里悠游。这里有一个好长好长的风筝呀，看起来至少有30公尺这么高。这个螺旋风筝真的好酷炫呀，从变色龙到金鱼、鲨鱼、章鱼、曼波鱼、旗鱼，应有尽有呢。竟然还有一只狗狗风筝。而且摊贩现在都改在波光市集内，不再怕风吹雨淋哟。接着小美带大家来欣赏这两项表演吧。首先是星象创作剧团带来的特技表演。接着我们来欣赏特技风筝表演吧。想
南寮现在真的变很多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吧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